是我。不可能，浩一不会做这么不理智的事。El prota. ¿Qué? ¿Estás retándome? 那你可要擦亮眼睛了。也许你心中那个完美的男人并不完美，甚至可能人品很差。Diablo, señorita. Mañana. 什么？林小兔真的这么说？没错。江浩一这个大骗子、大变态，说什么是兄妹都是假的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大变。难道你们不觉得小兔说话浮夸成分更多吗？根本不知道是真是假。郑东，我们可以问一下郑东。是你们？你们三个这么急匆匆的跑来找我，什么事啊？我想知道浩一和兔子，他们俩是什么关系？江浩一和他表妹到底有没有交往过？Es una muy buena pregunta, la verdad, y no sé qué contestarte. ¿Tam确实交往过？什么？没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别走！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不过这里面有很多故事，我就不好多说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发展的怎么样了，但你们应该了解他吧？难道你不相信自己所见到的，就是真实的浩一吗？你们不如直接找他当面问清楚，他那种性格，你若是不问，他恐怕永远都不会主动张口的。Esto se va a poner feo。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，关于我哥，我有话要说。笨蛋哥哥，竟然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，今天一定要让他说清楚。快走，别磨磨蹭蹭的，快走。看你以后还敢绑架，走！浩一乖乖在家等你爸爸回来，叔叔走了。哥，出什么事了？刚刚那个警察叔叔在说什么绑架？谁被绑架了吗？いかん。雨が降ってきたな。いいえ、雨なんて。我差点被绑架。什么？我马上给姨父打电话，他这么厉害。一定会惩治那些坏人的。别打，他根本不在意我这个儿子，他在意的只有他警局里的工作。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哥，为什么不让我给姨父打电话？姨父要是知道了，他一定会……不，他什么都不会做。刚刚那两个绑匪，他们是为了报复爸爸才盯上我的。我爸他明明知道我出了事，可还是没有回来。我爸他根本不管我的死活，他的心里只有工作。いや、雨だよ。哥，我想听故事。你回去吧。不要，我一个人没事的。兔子不会让哥一个人的。江浩一，你听着，本兔子决定满足你一个愿望。今天白天你不是求我当你女朋友吗？人家答应了。Ah, sí. Muerde el ciervo. 浩一好可怜，那时候他一定很孤独。要是他身边有个能说话的朋友就好了。对了，郑东呢？拜托，那时候郑东还不是哥的朋友呢。叶振东，你把执行任务丢给江浩一一个人，自己却撒谎溜出来玩游戏。胡说，没有的事。等等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你别管我是谁，你要是不想让老师知道你翘了值日生，就答应我做江浩一的朋友。Nosotros. La llevaré a casa con mamá. 我不但是他的朋友，我还是他的女朋友。只有我知道，他比任何人都优秀，是你们不懂他。哥哥有我就够了，我是哥心里最特殊的存在。Me duele. ¡Ah, no me duele! ¡Me quema! ¡Me lastima! ¿Hace tanto tiempo que Xiao Tu no ha aparecido? ¿Debería no volver? ¡Hao Yi! ¡Mira! ¡Mi cobuno ya lo ve, manjola! ¡Vamos a ver! Nadie se ha preocupado tanto por mí. Es bellísimo. 兔子就去美国留学了。
他偶尔回来探亲，他曾经的陪伴、理解和帮助，是我最珍视的。哥哥小时候太孤单了，所以看到你们在他身边时，其实我很高兴，但是又害怕他受伤害，所以请你们原谅。小兔，我们以前误会你了，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为了浩一试探我们吧。Max Tardy，你真的不见浩一一面就要离开吗？我哥有你们陪在身边，我很放心。我哥他就拜托你们了，谢谢你们来送我，拜拜。Houston Dances，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小兔关机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子彤，不行，浩一在帮我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放弃，这次我也不会放弃的。我们一定能赶上的。前面的车快停下。小浩一，我们来帮你了。没人能挡浩一的路。Esto está loca。Si te gustó la cochinada, deja tu like, suscríbete y recuerda, si ella no te ama, no importa, porque yo sí. FBI, enviad aquí al mejor agente. Acabo de ver una cosa espantosa.